大。可是我们写在条幅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那个准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3个到3.5手指。这个你写的时候，你看、啊、它，因为它是以草书的，啊，有点节奏感比较快的这样。可是就算快啊，你那个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？你懂吗？什么停，什么时候顿啊？什么时候走？你要去注意它，啊、不要啊、不要乱了。出啊！再来看。这边拉下来，可是这边还是一点点这个，出热高，高零啊，你看它刚才那个不同的，因为啊它的速度它的那个两步。近，看见没？很快。讲过这个可以讲。通，悠叹。走过来，他用这个跟他，哦，弹簧花，从这边到这边牵丝可以跟了，可以断，看到吗？这边了、啊，那是牵丝嘛，可以断，啊，弹簧，跟他这个跟他。哦，他是这边走这样，哦，他是走草书的写法。这个他其实是短啊，短叶，这个你可以转一下，没有关系的。打跟他打，跟了，好、哦，那大你跟他小的，嗯，嗯 ，OK， 这边看他起一遍。人心要万重，跟他重万赖，这是走这边这样可以，是。可以，跟上，跟上，是，聚，聚，这边因为两个一样的话，你这个聚啊，其实你可以拉长，可以拉长啊，哦，因为它这边平，这边平嘛，聚，聚。啊、这个围 ，OK 的，围啊，围，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，你看到啊，他这边写，这边他这边相对的低，看到吗？
这个，但是第一他把这个拉长，其实已经是不好了，不好也可以解释。可是我这边这个拉长，我再把这个口拉低，然后再把这个写高，你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吗？这边空啊，所以不可以跟他的，你跟他你就出问题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就如果跟他这边短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勉强解释，可是没有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你这个口啊，你一定要把它拉上去。不过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的那个字形的，字形的啊，写法的规。这边牵丝可以不要，是吧？这个是牵丝吗？这边它走上去，看到这个牵丝吗？这个牵丝可以不要，可以省略掉。对，啊，这有点勉强，可是不要。看这个，好，这复制的风格跟前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它书写的那个书啊，这复制有一个问题，这边啊有点，可是 OK 了，这个，可是你刚刚风格整个写的风格。它的速度、行动啊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常见。嗯？啊，所以我们不写。啊，那是这样，这边上那里。好，关键是，这个题目太长，就不写了啊。Yeah, I guess it is.